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早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是6月16号，礼拜四，啊，现在时间是7:50。好，我已经到公司了，那今天的话天气阴阴的，感觉快下雨了，希望可以晚一点下雨啊，因为这个8点钟到9点钟啊，是我们公司同仁上班陆续进来的时间，好，晚一点下雨的话，他们才不会淋湿。这样想不对，因为有些人的话可能更晚，好吧，我希望今天是阴阴的就好，不要下雨，这样的话行车上会比较安全一些。来进公司啊，今天的话要去竹南，去竹南做一些资讯的定位，开个门，怎么办，最近每天都睡好少啊，都睡3-4个小时而已，工作回家比较晚，这是个原因。再来就是家事真的太多了，从早到晚，老婆的碗要洗，老婆跟小朋友，不是只有老婆，然后还有衣服每天都要洗，还有那个地板垃圾每天都要清，还有小朋友的洗澡啊、哄睡啊，每天都要弄，弄，都好玩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到公司了，现在大家还没有来之前呢，我习惯会先看一下昨天的业绩啊，也不是休息，就是先看业绩，因为大家陆续来之后呢，就是会有其他事情要忙，比较没办法静下心来去看一下前天的这个业绩的情况。开灯，我开这边的灯好了。好，灯开了，要认真上班了。祝福各位朋友有个充实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